관심돼. 花朵
子将阮陪乱风，也两名的女子是要怎样摆渡？有一位玉清王啊，对啊，我怎会无想到，阮迄位玉清王兄不但生作一表人才，又阁是皇族，庆祝你若是嫁伊，迄才是真真正正的王妃啊！哼，当然即嘛是讲位倒位去啦，你的代志暂时都莫讲啊，即嘛上重要的就是要证明讲。初婚一时不是分槟榔，还有什么纪念啊？听你老讲过，分槟榔到手有连花的胎记。胎记啊！我想到啊，那个胎记我捌看过，你捌看过？是什么时阵？是伫倒位？你会记得无？当你王府的时阵，你讲的手受伤，那个飞飞道长。我检查每一个人的手啊！我想到啊，而且我是咱两个后面去替你讲解位的，对啊。迄个时阵，初魂闭手舞，刚好我看到迄个胎记。初魂果然是魂槟榔。嗯，但有什么路用？你不是讲初婚伊唔肯承认伊是查某的，啊伊都唔肯承认啊，伊敢来搁把枪比起来，互恁看是？除了胎记以外，你拢搁捌讲过，婚姻临失踪的时阵，伊的身上有带一块婚姻的玉佩。可是，你若是会知影，初婚身上是毋是迄块玉佩，就会当证明伊是毋是婚姻临啊？玉佩，林平，你看是唔是这块？这块玉佩，放伫你家，是我叫初云送我的啊。只要将这块玉佩送给漂亮的虎表看，会当证明初云就是风冰面。因为关心你的病情，伊已经来啊。即阵双方的父母正在大厅讨论恁的代志。我唔对，老爷，你会记这块玉佩无？我哪会袂记哩？这个物件是我买的，佫是你亲手甲我讲的用情的啊。那恁实在真好啊！
咱终于啊也会当证明伊是混兵呢。今毛这块玉佩做证据，我看会改过唔成呢。老先生，今毛这块玉佩，我今毛特别来去找伊，我都唔相信伊改过唔成呢。先生，除了这块玉佩以外，咱嘛都爱今毛只有看到伊动手的态度，证实了后，伊才承认呐。老先生是不要老命，我是不要看伊的态度。你安尼做唔好啦。是啦，初婚你有讲过，从今以后我来管你拢是。你不能是骗人家，这个办法。但我伊顶边已经中计，这边伊敢骗过来嘞？不过我想应该伊啦，因为伊是地久心长，啊那无伊一定会再来看你咯。我要问你，到底你这粒心哦，是琵琶，也是石头去刻的哈？我为着大哥破病，而且跟你讲到规半工，有嘴讲到无乱哦。啊，你连个一点仔反应，连看我你都无，啊，你敢对？我已经有讲过，无论以后你讲发生什么代志，拢跟我无关系。我早就跟伊断绝兄弟之情了。我说错的，我才今仔日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迄人大家拢在咧讲，讲你是查某的。我今仔日甲证明讲，你绝对不是查某的，你是查甫的啦。假使你若是查某的吼，你不是这款的心肠，大家拢嘛知影，查某人的心肝上底软，搁上底重感情哦。哪有人亲像你讲，听到家己的翁破病遐尔重啊，连出门着都拢无？哼，总哥明明是目睭青明啦，才会去勾着你这款的兄弟。好啦，你既然遐尔无情哦，会安尼？你甲大哥切，我有咧甲你切啦。以后大哥若有三长两短吼，我也袂过来甲你讲啊。是讲我无参照你心肠遐尼硬啊，我搁一摆机会予你，你和我斗阵来就好唔好？我，亚娜，你唔够，我紧啦，我咧吓你啦。这么多兄弟，无愧欠到你一个啦。以后吼，我袂过来气你啦。大哥大哥，伊老傻的，伊若是真是死吼，我嘛袂来甲你通报啦。你若家己坐后要去甲伊念票啊，你都唔免叫我看到。你若是去后我看到吼，我马上就甲你斩出去。咱的成分到这，切切切。不过，你莫阁伤心啊啦！
你唔通搁再伤心，伤心大姑只要好好疗养，真紧就会好啊。这都爱怪伊家己啊，受病又受到用要气死，竟然伊会将你当作是奇妙。但是都已经过去啊，你都莫搁提起了。是啦，不过初婚有这款的压力，过来看你了，我想回来照顾伊。安尼都无代志啊，我扶你回房休息嘛。初云，要无讲你，这麻烦你陪伊去。奇妙，你放心，我知影要哪做。初云呀，对着李龙初林的代志，我代替伊向你道歉。其实迄天也是我太过冲动，才会变到安尼。你放心，阮兄弟的情分完在。既然你有带咱兄弟的情分来看伊，时候也无早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好。无喏，大姑破病到这严重，我要人回去。啊，而且这几天恁照顾大姑无眠无日，也真忝咯。要不今仔夜晚就由我来陪大姑啊。安尼刚好。好啦好啦，就我来照顾你去休息哦。既然你都有心要留落来照顾你咯，我也袂当勉强你走。假使伊若是精神，你若有需要，再甲我叫一声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大哥。你敢知影我偌希望会当甲恁大家全家团圆？即马我唔敢甲恁商量，上吊的原因是因为玉清王识破我的身份，对我有意。我惊代志有任何的变化，所以才会想要找一个适当的时机。你敢是有讲过，你要等我三年？是你弄的药啊，要不麻烦你再用回家。你先去休困。大哥。大哥。大哥。这个怎样？什么人是你的离婚妻？你嘛有袂讲我吗？我想你受得好苦啊！
就算你的名叫做楚云，但是你毕竟也是家父家母的亲生女，是骗人的大姐，是我的未婚妻啊！未婚妻，敢讲你袂记？骗人夫妇要起名，去你家退婚，你我早都无夫妻之名了。要是讲我袂答应，楚云，敢讲你袂记的是？咱对开始熟识时阵，就一见如故。咱两个人斗阵去修养，咱两个人并肩作战，咱两个人同天结拜，咱两个人相视不分。要讲咱两个，别再讲啊！我无要听，我无要听。就算我别再讲，敢讲你对我都将过去的代志拢总甲放袂记哩是？One